绍香三杯风味，九层塔罐头酱，高温去煸出来，香味真的很棒。它炸酱很厉害，过180天自然发酵的那种豆瓣酱，香然后不腻。经典采用，好好吃哦。你干嘛？你这个高度，你自己不尴尬吗？本期的主题就是北投湾流浪餐车。耶！因为他们在流浪，所以明不想被找到啊。他们就是看心情，今天要去哪。通常这种都是可能会在前一天，有时候还会这种超晚，然后才在粉丝页投诉啊，我们会在哪？很随性，随性，对对对，走到哪煮到哪。对，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基本上就是欠债啊，或者就很不想要被知道，但是要维持一些生计，那个叫跑路餐车吧？跑路餐车，跑路餐车，那个是另外一个。我们下次做这个跑路餐车，跑路餐车，老板都打马赛克，对对对，神鬼出没，对，神出鬼没。没关系，结合是对的。国文课本改，这一次会有一个特别玩法。哎呦，不是只有单纯找而已。所以你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把你们眼睛蒙起来，然后你们就要靠你的嗅觉啦，或听觉去猜那个食物是什么，卖的食物。哦，卖的品相。只有视觉不能用。葛雷的50道阴影。对对，很兴奋，开心哦。不要打我。好，然后一样输了要被惩罚。好，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低蜡烛。对我们来说是惩罚，对丰田来说就是奖励。奖励啊！打鞭子，打他，开心；打屁股，开心。那我们就流浪去吧，上船，上船了。还要上船，我好不容易才下来。走走走走走吧！比赛已经开始喽。对啊，打开你的鼻子。来来来来，我这个方向是对哦。来来来，是现哪？这是哪里啊？这个小台阶啊，从你完全错方向。不是有一个东西啊？为什么没有人讲？不会看。好，我先摸，我先摸。对，这个，这个。哪里？你看我找人呢。他们特色就是这些鸡都是他们自己养出来的，从小养到大，然后最后变成烤鸡。哇塞，好厉害！是他们有自己的名字，他是阿佑，超阿佑。哦，你看，他一直溜汁。哇，很多哎。对。肉真不得了啦！这应该是我们说最嫩最嫩的。对，要沾多少啊？所以这个是咖喱粉。咖喱粉不是啊，黄连粉啊。来，给我们。不要啦，快死了！我来了。哦，好热哦！可以可以啊，好热哦！超级的，哦，我烧起来了，我突然间夏天的感觉，哎呦，拿着你，哇，你要流汗了，这个热到失去味觉，这蛮多味道的，到了，这怎么闻不到东西啊？夏天的味道，有了吗？的右后方，右后方。这里闻不到味道哎，从你完全错方向，不是有一个东西啊？为什么没有人讲？这一餐比较特别，闻不到味道，但是给每个提示，跟花生粉有关。花生粉，挂包啊，蛋卷冰淇淋，闻不出来。哎，真的，是点心吗？卤肉咸的，甜的。哦，花生粉的味道，真的。来来来，这边有个花生粉的味道，你看，我手伸出来一下，这是什么？这里这里。这是梯子，救一下朵拉！挖机，挖机！哎，你们手！朵拉，朵拉！谁在踢我？你抓住我的腿。好。哦。花生，花生卷冰淇淋，锁定，锁定。好。好，那眼罩准备脱了哦。一、二、三。花生卷冰淇淋。挖机，挖机。谁说没有糯米的味道？你？他说的。所以你们是花生挖机。
牛奶下去做。而且他们口味好多，他们有花生、芝麻、红豆、抹茶、巧克力，还有椰香。是，口口拿这么多。那你们大部分都跑哪边？哪些地方？基本上台中、台北都会有。而且他们的小车真的好可爱，我也觉得好日哦。对啊，从外面看会以为他卖关东煮。哦，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小车车，有通常都是一些阿嬷在卖的嘛。对，他们有自己做花生类的各种周边。看起来好好吃哦，对不对？哎，你会闻到花生糖味道，就是他害的。对呀，对呀，所以我们算答对，90%了，现在98%，我自己讲的时候心情。哎，好脆，好香哦，啊，好好吃哦，哎，花生好好吃哦，还是先炒过吗？还是什么？好好吃，好吃，太旁边好了，不会到很甜腻，但是很香。对，很香，很香。它连这个旁边的是也是草莓片，麦片，草莓脆片，草莓口味的，好香哦，好赞哦，然后这边也有四种口味，就花生的、芝麻的、红豆、巧克力，然后这个就是最传统的，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沾，对，或撒上去就可以。经典的，那先吃，哇，它好白哦，哦，跟想象的不一样哦，也不像传统马吉的那个 Q 感哎，这个一定很好吃，天哪，哇，再给它撕。哦，哇，很绵呢，是绵哦，它绵哦，奶香超级明显，超迷人。嗯，奶味像牛奶布丁的感觉。嗯，不像传统玛奇，完全不像。不像，不一样，口感完全不一样。一般人传统玛奇会黏到嘴唇上面。它奶味香，但是你不会觉得那个完全牛奶是主角，或是像炼乳那种超甜，有一点快要融化了。对对对对，好，接着这样，原味的，不是原味，包馅的好不好？那里面应该有在包花生，有包花生哦。你看，好想捏它哦，夹不住。史莱姆那个玩具有没有？好想捏它，水感的那种。哇哇哇哇哇，你炸掉哎！哇，哎。它花生粉就会有带一点油，有没有花生油的那个香味？它反而那奶味就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明显。巧克力的一点好吃。嗯，不能想出来了。像提拉米苏，因为它的奶味很重，所以很像我们吃提拉米苏那个马德卡邦 cheese 那种有奶香。它外面那一层是带苦味的巧克力粉，中间是牛奶巧克力，这个感觉是小朋友会超级超级喜欢。里面的那个酱浓稠到像吃到巧克力慕斯一样。所以里面包的是芝麻。我觉得它厉害，厉害到对每个这可以当副食品的，因为它不会卡在喉咙的那种感觉，它会慢慢就化开。你看，我好像在玩沙一样，对，真的，你看，它的那个包馅的马吉弄得很薄，然后里面的料也是芝麻的那个脆脆的口感，好好吃，但是没办法嚼化。我其实坦白说，是被它的那个马吉给打动。而且因为你平常不太吃马吉。对对，我没有很爱吃马吉，但是它那个水感太迷人了，水感跟奶感。红豆吃起来好像大福，它几乎甜味都不会拉到太高。然后这个它是连红豆馅都是有一种高雅高级的甜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马吉的皮比里面的馅还要绵。是是是，大福很贵耶。对啊，这个酱很划算哎，好吃哦。然后这个皮还这么好吃。来来，那我要吃草莓的。草莓的，哎，下面是奶油还是？它是奶油的，里面也是草莓的奶油。然后这样一煮，这样一煮的概念。就是大福啊。它竟然可以做出层次哎，哇，好棒哦！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不同香气、不同程度的那种草莓香。旁边那个酱像那个泡芙里面卡士达酱，对，这样草莓本身的水分，然后你又配上那个马吉，马吉是在瞬间融化到很像什么奶酱在里面啊，好酷哦！而且我觉得加那个脆片好加分，其他东西都是水感，然后柔软的嘛。一定要加那个酱哦，对对，哇哇哇哇哇哇，暴风式吸入，马吉被旁边的奶油，真的马吉瞬间消失哎，跟那个奶油一起瞬间消失，超特别的，好酷，好喜欢它这个口感，每个很滑的那个口感，加奶油更滑，真的，天哪，我觉得我们就到这，对。
不要不要再把那个拿出来。哎，这什么口味啊？咖喱，来咖喱试看看。要沾多少啊？所以这个是咖喱粉。咖喱粉不是啦，黄连粉呐。哦，黄连。哎，太少了啦！哎呦，你是综艺咖，是吧？哎呦喂啊！太多了啦！哎呀，赶快搅，推进去，赶快搅。那个麦片好香啊，也在上面。苦要哎，给你花生，给你花生。你疯了，你低笑了，他就太少被惩罚。对，我们直接吸都可以，又还要沾马吉，我都用鼻子这样子。我不信，我不信。谢谢你，哎呀，哎呀，帅了。哇，是要这样子。好 man 啊！你看有没有？いただきます。不要啦，快死了。哥哥你也在里面，既然你那么猛，身为哥哥的我不能输给你。好，来制作一个，要包在里面，特屌的，你真的这个厉害了，有味跟那个真的，跟你讲，屌的啦。我用干的，你要加点麻辣花生吗？不用。哎呦，厉害，都不是老兵。来啦！包馅的，包馅的，来，我来了。哦，好苦啊，越来越苦哎。哎，但因为好吃，好处是哇。到底是谁说吃黄连粉身体会好？到底是谁？苦啊！哦，还好我有吃过更苦。你说人生吗？房贷啊，养小孩的钱啊。就这个压压惊，压压惊。但那个巧克力刚沾到一点黄连粉。哎，刚好呀。对不起。刚好苦啊。越南。哎。这个会不会是最难？骗我。什么？你刚刚晃我。我没有晃你啊。左手边一点点。稳稳的啦。左手边是不是？左手边。我也是在弄我。现在过马路啊，节奏快一点。是来到是在温暖吗？比赛已经开始了。对啊，打开你的鼻子。来。哎，牛排，牛肉香啊，有这个很像早餐店的味道吧？这种铁盘的，有点像，我觉得像早餐店的味道。好，可以了，现在这边，嗯，它也没有煎别的东西，没有什么萝卜糕那种味道，一直煎。肉的感觉，肉排的味道，我好像知道了。什么？牛排啊，牛排。你看牛排必须要坐着吃，可能要更可以拿着的东西。嗯，塞子扭动。Subway还是汉堡？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汉堡。汉堡哦，我没有。我要牛排，你要牛排。你是想吃牛排是？我要牛排。2、3。牛肉汉堡吧，牛肉然后鸡腿堡，哇，哎呦，看起来超好吃的。汉堡是黑色的哎，对，主要这些面包都是我们自己去烘焙烤的，然后用竹炭跟可可做的面包，黑色的面包是，哇，看起来好厚啊，对啊，很赞，好好吃哦。哎，那你这样子跑路多久了？跑不是的，餐车，我餐车做到现在。要八年了。我们后面是有开店，所以目前都是实体店为主。超级香，它也是那种有加花生酱的那种。花生酱。你闻它的那个汉堡。面包。面包有够香的。面包巧克力味很浓哎。很浓。可可味。可可味哦，有。很香。玩那个刷碟。对，我以前是刷碟，然后真的。黑胶上面是黑色的。对。我想说用那个。概念面包是哦，那现在还会想要刷吗？现在没时间刷了。哇，他你看他的衣服都是他的店面的衣服，对，然后有用这种风格的感觉，对，很潮。那你现在在另外的口味是？这个的话是培根鸡腿，培根鸡腿，培根鸡腿，这个就好好吃哦哇！你们要被惩罚对不对？没有，我才对啊！是有摇头摇的超有你要什么？没有来来来，哇，怪嘞！那今天头发抓的多好啊！对啊，来哦，1、2、3，走吧！哎，威廉哥每次1、2、3都越来越下面，这样可没有，我这是描
准它在喉结的地方。你完全喉结刚刚突然不能呼吸。来，我吃一个牛肉花生酱牛肉。好好吃哦，它的肉排好甜，那个牛油真的、哦、牛的那个甜味超明显的、嗯、这个要慢慢品尝，对，有很多层次、嗯、有没有，对对对，嗯，因为那个花生酱好像跟那些可可说给我滚出来，他可可就跑出来啊、哦、我觉得是配了花生酱之后，它的那个面包可可会变更浓，刚刚单吃面包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很像咖啡口味的，对对对，然后面包会走比较清爽的路线，它肉排好好吃、哦，对，好吃。我们想象的肉排可能是酱料或腌制的味道多一点，可它更接近肉的原味。可是它里面的甜是来自于洋葱，对，洋葱它好像有一种牛肉汤，但不是牛油的那个油脂的感觉。对，它肉排不是给你整那种压到超紧实，它是有空气感的。对，所以你感觉咬的时候会有肉汤喷出来。对对对，这好吃，好吃啊！美式跟日式的中间的，对，来来鸡腿培根。我好像更喜欢这个，真的。我刚才在想，我会很喜欢这个。就是这个更可以吃到它那个炒洋葱的，你看中间很多。通常都是汉堡都是那个生的洋葱。对。它有它的那个好处，就是哎、欸，可能是脆的，也有，但是炒过之后甜味更明显，超迷人。而且它的那个酱，你是 BBQ 酱吗？对。嗯，那个配培根跟那个鸡腿，超搭，超好吃。我喜欢它，抱歉。真的。因为我觉得加那个刀边醋酱好加分，因为它是刀边醋酱本身带一点点果香的酸味，然后有一个烟熏香。是。那个烟熏味跟上面的培根一吻合在一起，就是它是瞬间变烟熏培根，可是你咬到的培根肉它还是那种很有弹性、有水分。嗯。面包在这里吃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炭火的香气。哦。炭火香气变得很明显。嗯。跟刚刚我们吃到这个，你觉得那可可会冲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真的也蛮好吃的，对不对？还有各条辣酱，各条加一口，一口我差点吃完呢。它有一种类似像美乃滋加墨西哥辣椒那种感觉，啊，这个很好吃，很不错哎，我们就可以加辣哎。你吃中间后面的时候，可以哦，可以换个口味，这个是有那辣椒皮香去，很提味，嗯，对不对？可以可以可以，要加哎，嗯，那跟牛排更搭。我跟你讲，牛排的更搭，牛排变更清爽，哦，酸度变得更明显，对对，很好吃。它真的是墨西哥辣椒那一种味道，哎，这样子搭配我更喜欢牛肉的，也很棒很棒，谢谢，很好吃哎，哎哎，我们重点我们两个有猜对哈，嗯，鼻子要打开，嗯，对，鼻子打开，感官，他打太开，他闻到隔壁。走走走！你会摔死，已经到了，是不是？已经到，已经到。这肉的味道，嗯，照直接拿下来。可以吗？直球对决，什么意思？直球对决。那是不是有沙威玛？我之前在法国很常吃，然后就是那种伊米，伊米。他们特色就是这些鸡都是他们自己养出来的，从小养到大，然后最后变成烤鸡。哇塞，好厉害！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它是哎呦，超热！你看，它是溜汁，哇，很多哎！对，哇，这个肉真不得了啦！这应该是我们吃过最嫩最嫩的。对。哎，我的视线完全没办法集中，因为集中的地方是完全是黑的，因为我的眼罩不见了，所以怎么会有人把眼罩弄不见？去眼镜行里面借的那种，临时去借的。傻眼，哎，这不像霸王的味道，你闻。我现在闻到的这个吗？对，面线吗？我觉得面线的那个是面线。这边有一个不好猜，我有准备一个食材，你们可以摸摸看。不会好，我先摸，我先摸。这个在哪里？哎，看我咬人呢！这是什么？这什么？这个大肠。大肠啊！大肠面线啊！我刚刚说味道像面线。没有没有，你讲之前我就已经讲到，我已经想到，我觉得是面线。好，那刘婷最厉害啦！一二三，真的哎，大肠面线，大肠好。Hello， 老板你好，你好，来坐了，坐了。
有经过这边，我对这有印象。下午就来这边，就在摆，对不对？它的品相真的只有一个，一样就好，就很忙，一样就很够了。所以我们鼻子算是灵的，算对，算有。但我们要先惩罚人家，稀有，都是稀有嘛。佩君，佩君，来，公主给你，好，好，交给你，佩君请。可是人妻啊，大惨大女。甩脸甩。原本这个就是他的认真，认真啊，认真。看着他，看着他，打你，打你一下，打你两下。好了，感觉怎么样？开心吗？还好。是不是觉得我们很欢乐？对，喜欢这种感觉吗？他今天在车上，你说你们感情真的好好哦，好棒哦，这样。是吗？是吗？等一下切一切，吃这个好。对对对，可以，这个味道更好，有这个可以吃味道，这个味道。来了，只卖一样，好不好？就是一生玄秘。这个前面是我们刚刚摸的那个吗？对啊，好，先来了。好，颜色真的很深吧，算是我们偏深的。嗯，我以为它颜色很深，它没有，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咸，它反而是有一种非常舒服的爽感。它是熏爽型的，它是熏爽型。太烫，哇，很温和哎，吃起来。胡萝卜吗？哦，就是红萝卜哎，它的汤叫蔬菜汤。对，谁在我的汤里面加了豆皮？还是它原本就有？原本就有吧，我刚刚有捞到哎。算它的料有点特别，嗯，那我感觉好像可以来一点点乌醋来提一下味道。居然是清爽的口味。对，其实我刚刚加了一点乌醋之后，反而你会感觉到它的蔬菜汤的甜度会再更上来一点。加了乌醋都更像酸辣汤了，为何一点？对不对？对，酸辣汤的错觉是我更喜欢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本身吃大肠面线的时候就是会带一点乌醋，我喜欢那个提味感。好像吃到一半拌一下，拌一下加一点乌醋也不错。好喜欢后面吃到它里面那个有点像油豆腐还豆皮的那个口感，吃下去又不一样，真的好不像面线哦。没有，我觉得它的皮拌的更耐吃。嗯，对，对，耐吃。讲到重点了。而且我这个它的大肠是我喜欢的那一种，里面油脂丰富一点，可是你咬起来它也不是把卤汁卤进去的那一种，对对对，它像穿烫好之后用汤汁变酱料，你配着那个刚煮好白煮新鲜的大肠你吃的感觉，它是吃原味就觉得哦，它的那个奶香很浓，对，很迷人，我甚至可以单点这个一份大肠，大肠好吃。好好吃哎，嗯，大肠好吃，好吃，真的。大肠煮得非常干净，这个越吃越觉得爱上。它细水长流型，对对对对对，越吃越好吃。需要生椒，慢慢咬，对，感受那个油脂的香气，你会觉得那个大肠的味道蛮迷人的。对，它就是那一种，你吃完之后，哎，一年半载。太久了。啊，我让他再来吃一次。太久了。好好吃，我个人很喜欢。没有负担的宵夜。哦，分享给你们哦，好不好？看接下来精神吧，怎样？哎呀，有信心哦，有。香啊，嗯，好香，这肉的味道，嗯，照直接拿下来，不用猜吗？我们直球对决，什么意思？直球对决，那是你的沙威玛，对啊，是沙威玛，这要猜的吗？猜就是哎，品相，它是哪个国家的街边小吃？街沙威玛是哪里？土耳其啊，然后是这个国旗。在哪一国的？土耳其吧。这不是土耳其，那一定希腊、地中海、希腊这个塔口袋饼，希腊啦，希腊，我看到希腊了，是希腊吧？是希腊，哎对，对吧？这什么意思？观察，你太小看我了，希腊，哎你好厉害哦，我不知道哎。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卖这个沙威玛？希腊吧，最大的差别在哪？比较清爽，因为它里面加是优格酱。优格酱，这个一定很好吃。那你们卖多久了？我做了快七年了。恋爱多久？十年了。你不觉得这样我是有很浪漫的？浪漫，浪漫。你们不会吵架吗？今天有吵了吗？每天呢，谁骂谁比较多？是我被骂，你被骂，你该的。对啊，而且还有一只可爱的狗狗，
颗鸡耶，好好哦。好了，好香啊！薯条直接插在里面。这个是希腊烤肉卷，然后这个是鹰嘴豆球球。啊，鹰嘴豆！希腊吃法是薯条会在里面一起吃。好酷哦！一起吃。哦，第一次这样子吃哎。在吃之前，我们答对了，对不对？对。那你们要来一位勇者了，小菜。那怎么会出现在这边？谁？特别欢迎你啦！一二三，欢迎小菜。哎。啊，换你惩罚，这个失败，失败，来来来。哎，是道具。很痛！来来来，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来，一、二、三，三，对，就是拉的这样子拉才对，好痛啊！哎，我们赶快吃吧，对对对，来，赶快吃，来先吃的鹰嘴豆，鹰嘴豆的来。啊，好期待哦！而且它是外面一层饼，鹰嘴豆感觉是做成一个烤饼、圆饼的那种。它的香料味好浓郁哦，它是鹰嘴豆吗？我有吃过类似的饼，然后我觉得它很像咖喱味，可我不知道这个不一样。你知道它这个饼呢？这饼感觉超好吃。它有点像我们水润饼，有没有？水水然后嫩嫩的，好妙哦！它外面就烤到脆脆焦焦，然后里面其实你讲口感的话，也有点像是马铃薯泥，没有弄到那么绵，它是留有颗粒的那种感觉。这外面真的烤得好脆哦，香料的香气浓，但是收尾很清爽。它现在那个香料是有一点点微刺激到有点新香料的感觉。这个我喜欢。喜欢哦，我之前在法国很常吃，然后就是那种伊米。薏米，薏米，薏米，别的国家的人去法国做的，薏米啦，薏米，薏米，他们的家乡味，这种帽子这边罩起来有头发，那个卷卷的头发，然后路边都吃这个，这个好好吃哦，这个好好吃哎，而且但是它的皮是稍微厚一点，而且你吃到这种香味呢，其实不是亚洲系对国家出来的那种味道，很像比较更 Q 一点的印度烤饼的感觉，嗯。对，我更喜欢这种烤饼哦，希腊的哈。那直接配薯条好酷哦，嗯，哇，好香哦！你吃到半个嘞，几乎。好大口，马铃薯泥的那种口感非常明显，它里面的那个肉非常的香，但最棒的就是它的优格酱收尾，很像是吃完一种沙拉的感觉，好好吃哦！我更喜欢这个薯条，那薯条 amazing 啊！可以单点薯条吗？有这件事情吗？哦，有哎，薯条好神奇哦，它外面变得很像薄皮马铃薯泥，它像是已经先把马铃薯磨成泥之后，帮它上一层脆皮的感觉，然后它的鸡肉很像是腌过之后再上香料，然后感觉很像是有静置过再下去烤，就是它的腌料的味道全部跑到里面，然后它那个优格酱几乎是不会甜，然后带一点点酸的，所以香料味过后马上就是一个酸甜的收尾，好舒服哦。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男生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鸡肉烤得好香，沙威玛的那个烤过的那个香气很明显，而且配薯条意外很搭哎，这个真的很好吃，我很喜欢。嗯，好想加点哦，再加点，加点。我在台湾很难吃到这个口味，对，还有薯条哎，我觉得很道地。对啊，这个酱到底是什么？白色那个是优格酱，然后里面有一些香料茴香，旁边这薯条单吃都好吃，还有撒了一点点那种辣粉，对，很刷嘴耶，好好吃哦。对，这个酱也好吃。看得出来我们真的饿哈。这一份卖多少钱？这个是要不要200多块、300块？啊，真的？160。这个一个人会饱哦。啊，那个餐盒是什么？大餐盒是什么？哦，这么多，这个才240啊！然后它这种就是饼，帮你切成小块的，好棒哎！这个餐车我会想追耶。哇，好喜欢，这个厉害，吃完就会记住这个味道。是，对，吃完了，下一间再见，赞赞赞，好吃，好好吃哦。要吃吗？好吃哎，好吃哎，热减48小时。哥哥们可以吃，要不要？可以吃哦，要不要？拜拜拜拜。北部的人跟中南部人就有差，北部人就比较害羞。对，那南部人说啊吼，来等婚。哈哈哈哈哈。啊，我哥，别跟我亲戚啊，你才可以。哎呦，有到了是不是？到了。谁？开始闻了吗？
为什么有点晒味？小心台阶，有，好，来，大胆一点，这边还有一个台阶，前面脚跨起来，还没到，好，到了，这边有台阶，大胆一点，是不是鸭子啊？鸭有没有？啊，鸭油的味道。对对对，是有鸭油。我要洗头有点味道了，有了吗？有吗？等一下，有这边可以，有香香的，有一个香味。好，这边可以，风雅暂定，暂定。没有，这个是不是猪？脆皮猪的味道有吗？我这个方向是对的吗？是去哪？这是哪里啊？这个小台阶啊。啊，我要继续往前吗？不要动，不要，都不要动了。这边在这边闻。哎呀，像烤松板猪的味道。哎，我什么都没有闻到哎。哦，闻到了。好浓。据说是来到了中壢啊。那个困难度增加了，怎么样？因为这边是夜市，你看闻到出来，都是人，不要乱摸，不要摸的，很像海鲜 QQ 的酸菜加肠，姜丝大肠啊，好辣，好好吃哦，很辣哦，但很好吃，辣酱超级香啊，又是这个，哎呀，这个就互辣了，一二三，好了。满猪的味道，什么都没有闻到哎！哦，闻到了，好浓，是猪啊！是猪的香味，猪的香，我觉得像猪。过来有，有，猪味啊！猪会不会是那个沙马尾？沙威玛，沙威玛，烤的那种猪肉这样算吧？烤猪嘛，锁定了吗？烤猪的，烤猪，对，锁定，不搞，然后往你们头往右边转，右边转，一二三，把眼罩拿下来啊！会不会故意带错餐车啊？一二三。哎，家乐福，这里，你好，这是什么？这什么？你们是卖什么的？我们是卖烤鸡的。差那么多？没有，明明就有猪的味道。对，猪味。真的假的？现烤的汤阿哥。啊，汤阿哥。猪是从哪来的？哎，我们刚刚闻完全是猪肉，真的很像那种脆皮猪的味道，哎，类似。哎，它是脆皮鸡，烤跟脆皮都对了。谁应该是说猪的？他，你的，我吗？啊，风雅，暂定。没有，这个是不是猪？脆皮猪的味道有吗？那个惩罚在下面自己拿。这在哪了？太大袋了啦！这是什么？鸡装。好热哎，很热，30几度哎。那你们在这边开多久了？哦，我们是在大台北地区不定时快闪流动，真的。对，汤阿哥可以这样子，就拿着这个快闪。你的桶你要怎么拿？货车站。你们这算大阵仗哎。我们台北地区大约2年。对，因为很大费周章哎，这些东西。的方式在网络上做预购，是我们每个拜会只做5、6、3天，算是很有个性的一个方式。对啊，哎，你是火鸡耶？我接下来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曾经那时候疫情的时候，车子还没来的时候，已经一群人了。如果点那一天刚好有被车道霸占到，哦，就移到往前一点，后面就一群人追走了，像那个时速列车，对对对，全部一群，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所以每天开始爱上这种感觉，对，只带头就好了，好不好？好了，吃蛋头了，80%啊，硬凹，对对，吃鸡吧，大吉大利。哇，哎，有人笑不出来哎，怎么了吗？把鸡头赶快弄掉，快，没有，你弄我的头干嘛？他们特色就是这些鸡都是他们自己养出来的，从小养到大，然后最后变成烤鸡。哇塞，好厉害啊！他们有自己的名字，他是哎呦，超狠！还好我的那个现在眼睛是糊的。哇，你不要这样！谢谢你哦，谢谢你。旁边可以挤柠檬，挤柠檬更清爽的吃法。有哎，脆皮感觉超厉害，像烤鸭那种感觉，对，很薄皮的感觉。哦，它的肚子也很漂亮哎。哦，你看，哇，它是溜汁，哇，很多哎。哇塞，它好像有一个赏味期，是不是？大概烤出来的1-2小时到2小时是最好的。这皮感觉不香了哎。哇塞！来，谢谢。哎，你看，来，配一点肉，吃。
超级甜的，哎，不得了，超级甜，那甜到有一点点回甘的那种感觉。我们还没有沾任何的酱，对，像不像那种蔗糖烟熏的那种？是是是，然后有糖，然后让那个颜色变得黄黄，可是它不是，哎，它是原味。然后它有那种肉质产生那种氨基酸那种甜度的那种概念，其实好多好多，好好吃哦，好好吃，哇，好好吃啊！你在吃它鸡腿的部分，嫩到像是那种什么七五分熟的牛排那个逻辑，因为汁很多，嗯，然后你吃鸡胸肉像在吃鸡腿肉，真的。来一点，来一点鸡皮的部分。打扰一下，我们现在还有附上这个鸡油。鸡油，对，它可以沾着吃。我刚刚吃到它的鸡腿的部分，它那个肉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够，它没有什么脂肪度，它就是那种弹性，很像我儿子的大腿，很 Q， 很嫩，很嫩，很嫩。哇，这个肉真不得了啦！哇！然后我们每一个份都会附柠檬，正常会粘在上面。对对，你该不要放嘴巴？不是不是，我们的吃法其实要加在加在胡椒粉里哦。可是我觉得你们的鸡肉的甜味已经很够了，你加啊，加胡椒会蛮独特的。是哦，那我沾一点。对，可以沾看看。沾柠檬汁非常非常好吃，变泰式的感觉。对，有泰式柠檬鸡那种概念。为什么它就是柠檬汁跟胡椒粉，它吃出有点香茅味。对，嗯，这个近期吃过最好吃的，对，烤鸡耶，是沾了之后真的有那个香茅一样，像变态式。对，觉得新鲜当然一定有，他们的烤工也很厉害，里面吃起来像酥肥鸡，因为鸡汁非常多，但外面的皮又是那种烤到像肉质，真的是脆的。对，是的，怎么那么好厉害？这真的是我近期看过人家。刚刚跟最好吃的，嗯，傻眼，傻眼，这我也傻眼。会不会我们三个就这样一直吃这个鸡，然后就把它吃完？会哦，超有可能哦。这我一个人就可以吃完的。不阻止我们，我们会一直狂吃哦。吃鸭之前呢，老板说他自己那腌料的那方式不太一样，像有一些人就很喜欢从鸡塞鸡的后面来塞香料，一般吃到的都是那样。对啊，他说他们叫做湿泡，对，来湿泡，对。哎，你刚刚是怎么剥的那么顺的？鸡肉是甜，鸭肉是香，这是超扯的。真哇，傻眼的，它真的是超级无敌嫩，但不止嫩，还有一点那种弹性。对，好吃的那种弹性。嗯，没有差，无差别。胸的部分就是皮中间带一点厚度，有一点油脂，越往外面越薄脆。对，所以它的那个味道是你觉得中间甚至是有像吃到大卤大肠那种有点弹性的。哦，你形容好好哦，好好吃。对。鸭油口味卤大肠，我说真的，它的那个皮中间那个厚的地方非常好吃。哎，傻眼了，吃了，好吃，最好吃，最好吃烤鸭，这应该是我们吃过最嫩最嫩的。对，我等一下要追踪他们页面。他们在哪里？你们真的会在大台北地区跑是？对啊，我们全台湾全省其实都有，在脸书上面搜寻烤鸡特工队，对，然后打上你的地区，基本上都会跳出来。哇！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请你来我家。可以。他今天抓了半个小时的头发，现在都没了。是回鱼蛋。哇！吃过最好吃。我要追踪他们，而且你可以请老板帮你刻制那个没有头的。会在订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巨头留言也会留，真好。据说是来到了中壢啊，对对，感觉很热闹这边，而且他们这一次那个困难度增加了，怎么样？因为这边是夜市，你根本闻不出来。这个找狗来也闻不到吧？酸笋的味道你有闻到吗？有没有？所以没有肉。都是人，不要乱摸，不要摸的。这一趴比较特别，就是你们稍微捏鼻子，然后我会带给你们吃东西，不能用闻的，对，但是可以吃。但听说闭着眼睛捏鼻子，那个味觉会变哎，真的？因为闭着眼睛然后捏鼻子的话，喝可乐跟雪碧是分不出来的，真的味道是少一半，味道会一样。哦，是哦，顶多吃得出哦，真是甜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味觉会变。哎呦。这样下次我要跟海珠拉鸡的时候，我这样。哦呀！我也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先捏鼻子吗？拿了吗？先捏，可以先捏。啊，已经插在上面了。对，插在上面了。先。风姐先来好了。我先吃哦。哎呀！
很像海鲜 QQ 的啊，吃不出味道，就是口感脆脆的，很像海鲜。朵拉应该可以吧？是脆肠吧？那我来了。酸菜啊，对不对？对啊，酸菜加肠，姜丝大肠，它像那种烟熏卤味。对，我也是腌过的。对啊，卤味哦。可是我的是鱿鱼哎，可是他们不太会找这种吧？卤味太没特色了。对啊，我那个真的很像烟熏卤味那种。我觉得我们会被你误导。我现在脑海都是烟熏，我吃那个太像烟熏的卤味了。眼罩可以稍微往后看。可以，一二三，绝对不是卤味。哪里？辣酱必吃。真的假的？为什么？啊，好辣，好好吃哦，很辣哦，但很好吃。嗯，辣酱超级香哎。啊哈呀！就是这个，哎呀，这个就互拉了。一二三，好呀。时尚玩家主持人们在爆什么料？这两款非常好吃的泡面已经在前方了，吃出它是什么口味啊，加什么料？那如果你讲不出来，自己要爆一个料。剪刀石头布，那你输了，你输了。剪刀石头布，我想吃哎。起来就已经超级香，超级香的。我知道这是什么了，对，它就是九层塔、蒜头啊、姜下去爆炒，非常三杯的那种很经典的那个台式味道。它的菜跟肉是真的。剪刀石头布，这是布啊，好好你吃。那你这个酱香是不一样，嗯，闻起来不一样。豆瓣酱自然发酵180天的那种，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真的啦？又辣又香，是香辣的那种。我也想吃你的双杯。爆料，我有那一次我去年开刀。你有这么想吃这个？等于我没得吃。我跟你讲，你再等等，很快就可以吃了。我吃那个太像烟熏的卤味了。眼罩可以稍微往后看。可以，一二三，绝对不是卤味。哪里？你真的是卤味？你看，生意怎么这么好啊？排队。你们的车子也还好可爱哦、喔，好酷哦、喔。你们卖的是那种烟熏的卤味吗？不是，我们正统的卤味。是，哎，你们开多久了？怎么这么多人？五年。五年。五十年。可以可以，五十年的卤味很值得报道。对。对啊。我刚刚呛来的，好失礼哦，卤味哦，可是我的是鱿鱼，可是他们不太会找这种吧？卤味太没特色了。对啊，卤味太没特色了。五十年的卤味很有特色，有，没有？他那个刚刚是脆肠吧？我刚吃到了。老板娘，这是什么？一个白白一片一片的脆肠吗？不是。脆肠那开成片炒，那酸酸甜甜的。我们俩龟毛把它剪开来用煮的。我觉得最迷人不是这一块，是这一块。有一点很像黏膜的东西，好好吃哦、喔，有点像猪肚什么的。啊哈呀哈！就是这个，哎呀，这个就互拉了，互拉，互拉了，感情好了。准备好了吗？来，不相信我，来，一二三。对啊，这个效果就好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欧菜会很像种草莓，我就会被怀疑。厉害，原本是他的两倍的。对，然后我们刚开拍前已经狂吃，停不下来了。那个原本是要三呢，他就瞬间这样抓这样掉下来。我说这是不是另外点的或什么？没有啊，他就真的都会付，不用再多付费，对不对？对，辣的，然后酱油的酱汁，然后酸菜跟他们有这个姜丝。而且刚看他那个砧板啊，都已经切到凹下去。哇，来品尝，有很多种品相，有猪耳朵啊，然后刚刚我们吃到的有点像脆肠的这种，他说是猪的，就是猪的肠子嘛。对。然后有大肠也有。对。这个也蛮特别，它是豆干，可是你看它是很像炸过。我先都不沾，然后吃原味。它的豆干不像
饭，炸到很有空气感，所以咬下去反而中间我们平常会吃到嫩嫩的豆干的部分变得膨胀超级大，对，然后变成是给你一个豆味，主要都在吃它外皮那个炸过的感觉，对，嗯，这豆味很浓，可是你是咬到最后很像卤汁从中间的孔中喷出来的感觉，是肠子吧？肠子是什么肠？那个生肠。生肠。生肠是什么？切灯。好，养颜美容的。养颜美容的。好有口感哦，它有点软 Q 软 Q 的那一种，嗯，它咬下去其实是能够咬断，它不像脆掌这么有韧性，但是很有弹性，它非常非常的香。猪耳朵有骨头的耳朵，嗯，猪耳朵一带给它，它耳朵怎么那么厚啊？猪耳朵好好吃哦，哎，它切得很厚嘛，当然吃到那个软骨的脆脆的口感，然后中间上下都是胶质，有带 Q， 也有带有一点微微黏性。在这很刷嘴呢，很好吃，而且它猪耳朵很厚，那吃起来一定很爽。对，它变成卤汁调味的很刚刚好，对，不会盖过那个食材本身的甜味，完全不强，但确实提味了。它的卤汁更接近很纯粹的，有点像酱油香，但是你一定都吃得到它的那个卤进去的香气跟食物原本的味道。嗯，这好好吃哦。我跟你讲，百叶豆腐这样看，这个品项看似弱，但是女生基本上吃卤味一定会点，然后想要沾它的那个辣的。辣的。辣酱必吃，真的假的？为什么？啊，好辣，好好吃哦！嗯，你看它这样看起来很像是辣椒酱油，是它完全没有酱油味，它是像生炒辣椒，辣椒皮的那个香味，很辣哦，但很好吃。嗯，辣酱超级香哎，哇，辣酱好好吃，辣酱好爽哦，很香哎，辣酱好香哎，很辣，但加辣椒完全不懂层次，对。它的姜丝是有点那种姜丝大肠那种姜丝，就是带有那种醋的酸味，所以刚刚吃到有油脂的东西的时候，你配它姜丝超好吃，超解腻，超解暑，这超好吃。嗯，然后如果吃到那种类似脆肠那种，就配它酸菜。对，那它这个酱油是有一点点像那个咸辣的酱油，对对，有鲜味的那种酱油啊，对对对对，所以跟你直接吃卤味的那种酱香又不一样，所以它配每一种料，它的那个卤味会变不同味道。谢谢谢谢，哦，谢谢你的总结。嗯。我跟你说，在这边吃，你旁边还有那种炒饭啊，好开心！宝藏店家，这个超好吃，经过就要买的那种，嗯，好棒哦，这些店很珍贵。对对对，好，那就关注这些所有的餐车喽。要赞赞赞！如果是你，我会很坚定，就是卤味。好，对不对？这个明明就是卤味。不是，你刚刚是白痴哦，是卤味好不好？我也是在弄我，可不可以接受快一点？这来到是在温暖吗？车子的那种车流量声音很大，哦，感觉像路边。然后我们大概坐车20到30分钟，差不多。台北不是被绑架好不好？台北。